第十三题，下列有关于非金属元素在常温常压下的颜色与状态，何者是错误的叙述？我们晓得硫是黄色的固体，氢是无色的气体，碘是紫黑色的固体， B、C 都是对的。A 呢，溴是黄绿色的液体，液体正确，它颜色是暗红色的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在常温常压下液体的颜色与状态，何者是错误的叙述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溴是黄绿色的液体，不对，溴是暗红色的液体。